西安人的城乡下是西安人的火车。西安的夜宵，我俩准备去炫个鱼香大肘子。Go， 西安首彩。这是那个油泼面彩绘。哎，你说咱以前来西安那么多回了，没发现这个大肘子啊？一心只吃面呀，俩人只吃面呀。他说这个肘子在这个街上，对，那个餐馆开了好多好多年。前面那个面馆有个棍棍面，还有扯面。啥叫棍棍面呀？会不会是二柱子？二柱子叫棍棍面呀？二柱子挺粗的。哎呦，这不是也在外边吃吗？这不嫌热？不怕热的挺多，咱也在外边吃吧。行。夏天主要是在外边吃有氛围，是这个馆儿吧？始于1991这个呀，嗯，是他吗？是。1991到现在多少年呀？算算。33了吗？33年啊，是。就俩桌门口，一个桌俩桌，没得了，没得了，只能坐老板那儿了。要不坐这儿也行的了。在那守着土豆子吃。嗯。这菜单。菜单。哎呀，第一页就是大肘子。红烧肘子分酸汤和鱼香哦，那咱就吃这个吧。吃鱼香，吃鱼香和红烧大肘子。行，来一个就行了吧？啊，再看看，这第一页啊，不往后翻一翻呀？大姐点个菜不？自己写，自己写啊？自己写哦。我们两个人吃一个大肘子够吧？够了，就两个女娃娃嘛，够了。两个女娃娃就够了。绝对够了。来个鱼香肘子，鱼香肘子，行，可以了，保守估计，挺保守的了今天。这大冰封啊！我头一回在西安喝这么大冰封。吃饭之前先喝一个。说，还挺有仪式感，俩人呢。就是无尽的等待。若是月亮还没来，月光也隔着窗台照着蓝色。哎呦，多露露这化妆品，咱也搞搞那美妆。以后可能就转型了，成美妆博主了。三伏天搁外边吃饭，不脱妆的原因就在这好用的粉饼。你的脸是真油，你看看这汗都是油。我去看肘子。哇，漂亮了。这一个肘子是几斤呢？大概是3斤吧。3斤啊。哦，好嘞，可以啦。嗯，这么快？嗯，肘子啥时候来啊？你来不来都不重要，肘子啥时候来啊？马上。那不是我的呀，这个。哎呀，卡了，这是我们的。哇塞，太漂亮了。好了啊，味道不一样。这是鱼香的是吧？是鱼香，它的是红烧。谢谢。待会儿再啊。好的，找大姐来一把蒜。哦，吃肘子了，该吃肉，吃肉不吃蒜了。好的，谢谢。的确这么一揪，这个汤，鱼香大肘子。哎呀，对，给它浇满汁儿，然后咱就给它扒开，扒开以后往嘴里一炫，那得多幸福了，这是。准备上手了，已经。看着大肘子，拎不起来吧？哇塞，直接脱骨，挺干净啊，都脱了。这都不用嗦了啊，这骨头没有嗦了的余地吧？这骨头都连皮带肉啊，朋友们，哦，连皮带肉，看看，好软呐，感觉太软了，这皮，手把一了，朋友们，因为二妹看了看，剔了骨头以后，那个肉不够她吃的，没多少，所以她决定，俺俩手把一，拿出来了，哎哎，好看的要命，你知道吗？马杀鸡，来马杀鸡。这肘子去了骨以后，现在就光剩肉和皮了。哇，这个都，你看在手里它都塌。哎呀，真的是，肉都掉出来了。啊，漂亮，咽口水不就这画面？嗯 ，Q 弹，哇，吸溜就进去了。再来一块。
哇，这个皮皮真的是。腻吗？不腻，又软又糯，满口胶原蛋白。这是最好吃，不矜持。哎，真是，就这么两块，现在就剩肉了。来吧，两块瘦肉。啊，它这个肘子真的软哦。很硬啊。那是甜口味鱼香的，再来上口刺。那才是吃肉该有的配置。太好吃。一口肉。再配上口蒜。来一碗肘子拌饭，把米饭给它搞里头了。鱼香肘子拌饭，哎呦，太香了，是吧？行，这个吃法非常棒，深得我心，饿死我了，馋坏我了已经。老板给了我一个围裙，兜着。我裙子鱼香味儿的，围裙鸡精的，我姐裙子油泼面味儿的。姐，看一下豆儿压我裙子了，馋的我呀！我在底下其实已经偷着炫了半个肘子了。好吃，甜口的，估计女孩们都爱吃的。那这个瘦肉真的是，你都夹不起来，一夹都成丝丝的。我也再来块皮，妈，那个皮太好吃了，入口即化。还得是吃肘子的快乐呀！真的吃肘子的快乐，朋友们，就是那种满足感。来一边吃，那边吃，看，肥瘦相间的这种，好棒！我以为这个鱼香肘子吃到嘴里会腻。然后上嘴里是那种甜甜的香香的。这肘子配米饭可太带劲了，鱼香味的米饭，这皮压根就不用嚼，一吸就进去了，跟吸果冻一样。来口蒜，来口蒜。他们不会全程光看我炫蒜的，炫一把蒜，起码现在差不多炫一把蒜了，皮儿已经炫没了。啊，你挺会吃呗，只炫皮儿啊，浇点汁儿。下饭，快下饭了。来块蒜。吹着西安的晚风，吃了个大肘子。我一共喝三杯，小杯，这身上全是他喝的。你真是能吃能喝呀！今日消费209，两个肘子，两碗米饭，一个菜黄瓜，三个水，三桶饮料。你是真能炫呢你！今日消费209，走吧，咱骑自行车运动运动吧。走吧，行吧，行，咱们逛逛西安古城。俩人准备夜骑了，逛逛西安城。走吧。